你还好吗？没事的，早上起来就不痛。现在像一条活龙。我是龙骑士，准备来去瑞典。哇！现在我们来到了瑞典，然后我们只会在瑞典待一天，晚上我们就要去搭船了。现在要来去搭瑞典的地铁，因为瑞典的地铁它每一站都会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。不知道有没有去，搞不好很无聊啊！很无聊的话，我就快速把片段给它放下去。Handwritten letter, oh, that's fading art. 这个街道很美，但是可惜我们要赶路，所以不能逛太久。我们要来战舰博物馆。真的船吗？但它是完整的，它像海盗船那种呀。它其实就是海盗，大家一进来就第一印象就上是海盗船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海盗船全部是仿假的，然后造。哦，很酷哎！如果有自己的一艘这样子的船，我好想上去看看哦。哇，你有钱可以看？我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哎。这是船，这是屋宅，大小差很多啊。这种东西一辈子只能看一次，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好好用眼睛看一下。哦，不要再录了吗？对，你需要好好的观察一下。哎，看到那个是我们等一下要搭的船。我们搭这艘船，我们准备从瑞典到芬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艘船上面度过。冰镇，哇，超美的哎！这什么电影场景啊？没错，这句。好爽啊！拜拜。啊，好开心。这个是我们的船票。Thank you。上船。来来来，抽房间哦，谁是16？老板，让我们走吧。爱的小窝。各位观众，爱的小窝。爱。怎么只有一张床？这里。啊！啊！静电，等不及啦！好热哦。我是屎。Oh yeah, come on, baby. Oh yeah. Oh yeah, baby. Yeah. 谁什么烂东西？你看床，过来就厕所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厕所。没有人想知道。哦，搞不好厕所很酷啊。就是要配可爱的人，粉红色的东西就要配粉红色的人。这毛啊，是毛啊，极品黑包呢。靠背哦，你觉得这个很像百货公司？对啊，对，很像。哇哇哇！哎，好漂亮哦！可以带着我的老战友一起上这条船，我是非常开心的。来这个晚餐，看到蓝纹起司，从来没有吃过哎，一直觉得蓝纹起司很可怕，因为它现在表面看起来就是很多的霉菌，我来吃吃看，吃不懂，吃不懂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它不难吃，有像蘑菇的味，它可以食用的臭味，然后我觉得喜欢的人就会喜欢，就跟臭豆腐一样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奇怪的发酵食物，就是这几天已经买了 N 次糖果了，昨天都还没有吃完，那这个放回去。手上一堆欧美曼头猪，这个，它里面也太丑了吧！你们买了什么3000块？大概这样子才带。怎么可能？三小，让大家开心就好。船上还有这个五星。你这个画面非常的非常的有魅力呢，想必我们是非常的认识，才能让你用如此的样貌与我见面。你现在很热吗？特别魅力。可是我没有热水啊。刚刚洗的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，那热水哇好像没有味道哎。OK， 我陪你。最烫吗？哦，我的天！我来看一下。一二三。好好听听。真的这样够吗？这一点。好好听听。不够烫哎，怎么办？啊，真的吗？哎哎，我知道。反吹，吹旁边，吹旁边。我们一定成功。还有什么方法？吃了啦。
啊，准备到了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离开船了，然后已经抵达芬兰。要敷的都是雪。对啊，都是雪。哇哦！哇，这台车高级耶！哦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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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他们的什么？阿尔辛基大教堂。哦，他们的教堂啊。可以等他们那个走完，然后我拍一张照片。啊哈。那我们去逛市集吧。这里有个圣诞市集。你们在取暖啊？哇，你好适合哎，这搞不好就是你的天职哦。说流浪汉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宝贝。这边的市集呢，大多都是手做的市集，通常都比较贵。贵，嗯。那再凹这个铁。这个市集你觉得怎么样？漂亮，但是好像没那么好买。想要花你的钱都花不到。好久没看到出奇蛋了。那你有看过大的出奇蛋吗？完全没有。哇，好熟悉的感觉。哇，偶吃杠啊，好怀念啊。玩具的味道。玩具才是重点。哎、欸，它的玩具也有放大哎、欸。煮起来看看，奇怪的精灵。还有放大，很大的玩具、欸。很可爱耶。这个是车子。今天零下八度啊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教堂。这个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就很像是在进香团，在看庙，它有一种神圣的光芒。哇，这里就冰天雪地了。白雪公主。哇哇哇！有点冰天雪地的都不行。快点把它整个埋进去！把它埋进去。还是我把它埋到上一个头，雪崩了，好弱，好辣破皮，哎、欸，好漂亮，我这样踩好吗？不会，这一次，啊，我这样踩就好，走开，这么薄的雪应该是随便都挣脱得了吧？三二一 ，Go！ 想要脚踢起来嘞，这么重啊，干，因为我刚用踩的啦，干，哇，金蝉脱壳。哇，其实没有很好，那个如果雪再厚一点的话，搞不好是没有办法的。你的眼睛是打不开吗？啊对。啊，我们要来去看岩石教堂。我以为是耶。它就是一个大教堂，然后是由花岗岩组成的。欸、你后面有人。我们上次也被这个吓到。这个一直在这里。你这很北蓝，你重。奢侈哦，要不要吃一口呢？哒哇！都是鱼子酱啊。对，你先吃，先吃。来试试看鱼子酱。然后露出不礼貌的表情，老板在面前。嗯 ，yummy， 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甜，好甜，你不可以不礼貌。你不给不礼貌，太咸了，太咸了。对不起，太腥了，吐掉100多块，你要吃吗？你问我，我要吃这个。我吃一颗看看。好腥哦！对不起，芬兰人。跟上天说对不起。耶稣对不起。北欧的神，北欧的神有什么？雅典娜跟雅典娜说对不起。雅典娜对不起。北欧的神，索尔吗？对，索尔，奥丁他们。跟索尔说对不起。索尔，奥丁，对不起，我浪费。哇，好红哦，阿迪好红哦，在北欧也可以被拍照啊。你又过来。哇，健保好红哦，健保好好哦。这边是地热区。怎样有热吗？并没有，因为我们吃中式，然后这个豆豆，我觉得豆豆很粉。我们现在要来搭火车，700多公里的火车，总共要坐12个小时左右。想念地铁。我的腿。上火车了，是在火车上。对啊，这个火车站也太大了吧，很像要去那个霍格华兹。我靠！今天的床就这样子，就这么挤一张。喂，有智慧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浴室。哎，大哥，我开着。这个可以打开吗？哇哇哇哇！
可以洗澡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超酷，超酷！把那个空间利用到极致，怎么样啊？好洗吗？超绝！那里面一直扑棱扑棱扑棱，全部是冷水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床真的很小。你一进来我就挤爆了。你测量了吗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哦，我们还有这样子的空间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去睡觉。这个北极特快车的钥匙长这样，洞洞。其实我觉得搭这个北极特快车也不错，吃早餐，看着外面的雪景。你们才这样子一个晚上要多少钱？2000就很高了。这个人大概35欧，也大概1000出头。那其实还好，在欧洲有这样的住宿很精选。对啊，我们搭了700多公里，然后还有床。台北搭高铁到高雄都没那么便宜。下一站，圣诞村。这里有个弟弟受够人生了，就想把自己埋死。下来哦，这整天的行程不太轻松，聊天的。哇，到了。我们现在在圣诞村，哎，圣诞老人的地盘。我靠，我搞成这雪啊！雪人，好羡慕啊！雪人，他用他鸡鸡顶我。我这样看来看去啊，我有一种妖怪村的感觉，因为我没有进入北极圈，所以颁发一个证书给我们。我已经好久没有领到奖状了，收箱收箱。一定没有人想拿这个。鼻孔自转场。哈，我们出来了。洋葱刚刚说，趁现在还有光的时候，我们赶快出去绕绕吧。我想要玩这个。这大人能玩吗？我很大吗？你算是小。转坡。人那么多啊，你是不是比起圣诞老人更想要看看鲑鱼汤呢？对，永远在排队，一定要排队才吃得到。救命！一等你 ，kill me！ Booty booty, booty booty. 看看，纪念品店。我买了一把刀，给你。啊！我包皮割完了，明天阿弟就要离团了。我们今晚都跟他睡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去啊！看他回去怎么交代。这样我明天起不来，经纪人吧。可以讲这种话吗？我不知道。明天阿弟要早早起，宗主就派你了，去吧。你在找他几天？没有，我你前几天自己说过，快点，你去拿刀子。不要动，炒派。看瓶子，我发现我们的厕所是很屌的。看这个厕所，它看似很朴素，但是它有其他旅馆没有的东西。什么？大马桶，这里压车的。尿尿会不会从那个缝流出来？哇，屎尿半入眠。酒精挥发在这么冷的天，它会。我想要来去体验一下这个饭店的桑拿。哦吼，按你蒙到看啊！不想玩这个石头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眼前好热。你知道桑拿的精髓就是大家都不要讲话，然后心中冥想。然后是一个人拿手机，嘿，我们直接明天走喽。我们的翻译官再会。我们会过得很好的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滑雪场，可惜我们今天的行程比较赶，要去那个紫水晶洞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来滑雪啦。好美哦，胡子，你看，超美的，哇！我们现在要来去紫水晶洞探险哦，搭这个不知道什么，很美哎，你看这样子，你的背景太假了，真的。你说我背景假？看前面的车的。哦。
哇，他现在在爆米花，爆米花，爆米花！哎，你们两个的这个画面很酷哎！哦，哇，我们来到一个什么神秘小木屋，也太漂亮了吧！这里是他们的这个中途的休息站，而且你们看这里的树，它都已经结霜到一个极致了。哇，你找到甜甜圈了，你好能哦！哇，你到处都找到吃的呢，这里怎么那么多甜甜圈？你在干嘛？我们坐的车是这台，前面可以这样铲雪，怕前面的雪太多。哇哇！打开吗？哦，我们在雪山上哎。哦哟，难道就是这个吗？哦哒哒哒哒。地洞。哦。哇，我们在逐渐的地心探险。哎。它居然长这样吗？啊，它矿洞是这样子哦。那我觉得这个探险普通哦。这里看起来相当安全。我们等一下拿这个来敲敲敲。敲你！你捡到超级无敌多的，还有一个大。寻宝大师他说我可以拿这个大的，刚好握住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吗？我想要大的。大颗石头。这北极的画面啊，一个灯从远方这样打来，然后各种剪影这样子。杨总，杨总。耀松，你怎么了，耀松？耀松，我要把这块石头带回去。耀松，耀松，不要睡着。耀松，石头掉了，石头掉了。哇，我们现在又开始飘雪了，我天啊！装备，啊，我是要送装备。Excuse me, God, please。手机不见了。Oh no！我们要不要先下车啊？我怕我们翻车啊！哦，我们这台车真的太重了。哇！现在来到了挪威大雪屋哎。哦，熊的巢穴。哇哦！激光大爆发，显得有点厉害。